新，带来了新的机会。你干啥呀？What are you doing? 红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Red phoenix, pink phoenix, pink phoenix, flower phoenix. 2017年7月，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你弄啥嘞 ？What are you doing? It's very difficult to talk to them. 与他们交谈是非常困难的。What is the most famous food?你知道什么是最有名的食物？是那小龙虾呀。这是一款刚刚上线的翻译机。Do you know how I can get there? 测试内容还包括街头问路、超市购物等场景。测试效果基本令人满意。如果发音比较标准，内容不过于复杂刁钻，它的表现称得上惊艳，准确率甚至可以超过90%。2个月后，这个被网友们称为黑科技的大神，网络销量超过了6万台。但是，他的研发者们已经开始感到不满足。考虑一下它以后的这个更新的时间，还有更新失败的问题，和一些这个简单的支付系统。他们对自家产品的短板了如指掌。这台聪明的翻译机实在还算不得真正的聪明，因为它还远没有学会思考。就像射雕英雄传上的郭靖，他不够聪明，但是他无比的勤奋和努力，他一天到晚都是在抓更多的数据过来，天天在学习嘛。其实有一些问题呢，可能对于小学生来讲都觉得很简单，他回去以后看到父母亲今天心情不好，他讲话的时候他有可能也会察言观色，那机器对这个东西完全就不行。积累海量数据并进行快速运算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事实上，即便是击败了世界上所有围棋顶尖高手的阿尔法狗，能做到的也只是计算，而不是思考。造出能察言观色的机器，让电脑变得真正接近人脑。全世界顶级的科学家对此都跃跃欲试。中国人决定挑战新高度。讯飞研究院，一个庞大而又特殊的部门，300多人坐班打卡，编程画图，没有硬性任务指标，不需要直接创造利润，但它是全公司最看重的部门，因为他们把握着公司的未来。或者你说这么久，你应该很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原文是有问题的。你给它断掉有什么好处？全面断掉，必须断掉，哎呦，不断掉你根本就解。35岁的魏斯坐在比他更年轻的同事们旁边，是为了更方便与他们沟通。烧脑过后，讨论甚至争论是常态，随时随地。这个20-30人的小组叫做超脑小组，魏斯是超脑的灵魂，他们瞄准的是当下人类科技的最前沿——人工智能。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是让翻译机真正聪明地说话。你懂的，怎么去理解你懂的？它一定是需要后面一大堆的东西才能理解。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语言，绝不能从字面去理解，它需要有很多的积累跟知识，需要一个人的整个人生的经历，需要你对外面的很多的信息融合进来。和大多数80后不同，魏斯并不是电脑控，他甚至更喜欢用笔在纸上写写画画。看似涂鸦，但他说很多的灵感都由此捕捉。魏斯坚定地认为，目前流行的题海战术解决方式，即便是面对最简单的思考和判断，也束手无策。要有所突破，必须另辟蹊径。他们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非主流，或者都是天马行空的。我们这个组一定要做一些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但是魏斯还没有给出答案，甚至拿不出一个像样的解决方案。而他并不着急，他很清楚，选择创新更多是意味着选择失败。因为做这种没有人触碰的事情，肯定会有很多失败。你首先是要找到一个好方向就比较困难，然后在一个好方向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更困难。所以为什么他的失败是常态，就是这个原因。魏斯并不惧怕失败。讯飞也不怕。2017年，他们在研发上投入4亿元，这对于一个盈利能力还不算十分强大的公司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
但他们相信用于未来的钱不会白花。他们更相信，哪怕只有一次成功，世界科技史上也会记录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打开加湿器。好的，已将您的加湿器打开，操作成功。已将您的窗帘。不久前，美国一家权威杂志评选全球50大最聪明公司，入选的8家中国公司中，科大讯飞名列第一。魏斯不会因此放慢脚步，相反，他更加觉得时间紧迫。要想真正担得起聪明这个词的分量，就必须跑到别人的前头，更要想到别人的前头，